浪费劲，现在两个吃哪个？你休息一下。选哪个？那个是选我肯定的。哎，人家看着美呀。嗯，这啥子啊？好吃呢？那菠菜。那你咋不吃？你吃你的，你这喝完再吃。你还是个平凡派的大哥，我还在吃。你赶紧吃吧，俺那给你打开。我刚才看他这个空盘子。你为啥？